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上学。今天校园乐半天，我们来到台北市立中正高中舞蹈班。您瞧，舞蹈班的同学们个个身材高挑，舞蹈动作十分扎实，可说都是未来舞蹈界的明日之星。今天我们的助理主持人洪承阳带着 Me Too 两位俏丽的女生和中正高中舞蹈班同学们一起练舞，光是简单的几个肢体暖身动作就已经搞得他们气喘如牛，汗流浃背，不得不佩服中正高中舞蹈班的同学们。好累啊，不行了，不行，要多练习才可以啊，闭嘴啊，真的真的，我看我们要请校长出马了，对啊，我们找校长，校长，救命啊，校长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，哎呀，校长，干什么干什么啊？舞蹈班太厉害了，拉筋劈腿，哎呀，陈阳一带着密兔到这个地方干什么？你不是校长叫我来的吗？啊，哎呀，叫你们来踢馆，这个馆那么容易踢，我都踢不起了，踢不起来，哎，有困难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专门料理这些人。哦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？什么样的特色？就是有好几个特色，我不知道要讲真的，要讲假的。先讲假的，先讲假的，长得不漂亮不能进中正高中舞蹈。吹呀！为了要证明老师乱讲话，我随便抓几位啊，找出来不被人家打死了。还有嘞，身材不好不能进中正高中舞蹈。现在都只是一点要素啦，那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本身的身材实量，那是一定需要的。对，长得要漂亮，身材要好，那老师就没有这个限制。你不觉得我漂亮吗？跟他开开玩笑了啊！但是我们这里的同学平衡感并不错，我们立刻来玩一个很好玩的天旋地转。好，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天旋地转，一队是蓝队。一队是黄队，蓝队派出四位，计时开始，加油！34秒，哇，但是成绩非常好了，大家特别注意。再来是我来爱的鼓励，预备，好，开始，来第一位，预备 ，Go。所以黄队是1分26秒，黄队获胜。没有关系，再来就是我们另外一段手忙脚乱，现在是正式进入白热化了。来，该怎么样？咱们还有两道题目，加油加油！火车过山洞啊，可能吗？预备，开始。
哎呦，山洞还会移动啊！好，掌声给他鼓励！哎呀，表演的太棒了！有没有看到？还会自己唱歌，山洞还会移动。好，再来是我们蓝队，来，哦，虎妹哦，是哦，太阳，虎妹可能会抽到 Spice Girl， 小狗在电线杆上尿尿，预备开始，好优雅，是一只贵宾犬呢，我没有看这发型是偷跑。哇！哎呀，好啊！老师现在准备要来给分了。老师，老师是绝对公正不阿的。这是哪一队？黄队三分耶！我们输了。最后一个单元，镜中人勿忘影中人。我们大家好好来比这一个单元，谁赢谁就赢了。镜中人来，镜中人最重要一个单元了，这个部分呢，谁哪一队赢就赢了。嗯，你们这两位队长要好好加油了。一般来讲，在镜中看到的自己，跟平常动作是相反的。举起你的右手的时候，这个指令一下，就是要举起左手的小。开始，右手蒙右眼。全体通通有注意了，天天到三天。